如果今天直播产业不发达，娱乐业不发达，或者这款我玩的英雄联盟这款游戏不火红，你觉得我今天在干嘛？我今天可能我想办法干嘛。狠狠的虐待你们，薯条，完了，感觉凉了。哎呀，凉了归凉了，还是好吃。嗯，这薯条可以，我给过。我加了起司、培根跟薯饼，这个汉堡看到吗？这包什么酱啊？这感有点像那个什么纽奥良辣鸡酱，希望它不辣。哎，吃汉堡一定要一口这样吗？一定要一口吗？还没咬到肉哎，我咬到了培根跟它的酱，还有薯饼，嗯，试一下。我没得批评，我没办法攻到它。反正想要攻到这个看似很大块，其实是华而无实、金玉其外、败絮其中的汉堡。我本来想喷它，想攻到一波，但咬下去之后，我的身体很诚实啊，它有点好吃，很多汁啊，嗯，这个人生成功什么秘诀？运气，运气。我只能说，成功要靠 90% 的运气跟 10% 的努力，还有 1% 的天分吧。嗯，所以运气大概占 89%， 很重要。只是学校从来都教我们要努力，学校把人生形容得很像你努力占成功的 90%， 但实际上成功的关键因素是运气。学校叫你要努力，只是希望把你培养成一个容易控制的人，愿意努力工作，愿意努力耕耘，愿意努力生产，做底层基层那些工作的人，这样国家才得以稳定，你知道吗？但是成功重要的从来都是运气，但并不是说你躺在家里敲卡连退休啊，然后看着半夜看着直播一边吃汉堡，运气就会来找你，不是？就你还是要过一个门槛，你还是要有一些基本的天分跟努力，那运气来了你就会成功了。你如果不信的话，你看看我，我从来不会说我自己的努力。或者我自己在电竞也好，或直播业上的成功是源自于自己的努力。你从来不会听我讲这种干话，当然很多人在讲这种干话。我举例，今天我很会打电动，收宝，收塔，我又善于与人沟通，小亮宝贝。如果今天直播产业不发达，娱乐业不发达，或者这款我玩的英雄联盟这款游戏不火红，你觉得我今天在干嘛？我今天可能我想办法干嘛？你要成功的关键因素就是你要先准备好，然后当你看到机会，你就要很努力的去拼，你懂吗？但是并不是常常有机会可以看到，一般人看到机会来的时候，他不会很努力的去抓它，因为他觉得干老子这么努力啊，老子这么有能力，那这个机会不要也罢，你这么秋梨秋啥干怎么？你要我一个月领25000进去当员工哦，傻小啦，小傻逼啦！但你心里明知道那是个机会，你知道这个老板很有才华。你知道这公司做的事情是可能在未来几年内会爆红，被这个世界所需要。你进去里面努力耕耘，你可以在几年内成为这个世界所需的顶尖人才，赚大钱。但你可能觉得自己很屌，然后你忽略了运气这个成分，懂吗？你就觉得干，这机会我不要也罢，我再等一等。可是如果你清楚的知道，你要成功，必须是机会来的时候你要很努力的抓住它，你就不会放过它，你就会清楚的知道机会没有这么多。你懂吗？可惜没这种老板。你要嘴可惜没这种老板之前，你可能要先垫垫自己，你有没有哪方面的能力特别突出，或者对某些事情是有热情的，兄弟。应该这样说，你的努力应该是要有个目标的。就好比我告诉你，我人生当中最努力的一段时间就是当选手，跟我知道我有机会当选手，你听懂我意思吗？就是当我知道我有好像有机会当选手的时候，在那个 moment 之前，我从来就不知道打电动可以赚钱。我单纯就是喜欢玩电动，我喜欢把人杀爆，喜欢把 low 的积分爬得很高，我觉得这样自己很屌，很有成就感。当我知道他可以当一个正职赚钱的时候，我就开始很积极，我就开始积极部署我的业余队的队友。我就说来，我们去拼一下那比赛，然后我很积极的约团练。当我还是业余队伍，我队友每个人都在上课干嘛，甚至有些准备要当兵了，有些在外面打工，我会无所不用其极的把我所有业余队友凑起来。业余时期的努力造就了什么？造就可能
我讲可能，我不知道真实是什么，但可能让 TPA 的管理层看到了我的决心跟我的态度，因为大家一定都会去问嘛，说哎，可能你们约团怎么约啊？平常是谁在处理这些事啊？啊，谁是队长啊？啊，报名是谁报的？或者你们平常会不会检讨干嘛的？这件事情，这故事我应该没有说过。我当时创业余队叫 ALC， 我是 ALC Olan Carry 的队长，我叫做丁特，全名叫做 Olan Carry， 就是每一路都能 C 的意思，就很直白。因为那时候我自觉我们每路都很强，都很能打，都是台服很顶尖的人。因为 LOC 这个队伍，其实他本身他每一个队员的他们认可分数都非常高。对，好，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打前面两场，其实他们打的配合都还蛮不错。我就尽我所能，把我知道最强的去跟他们拿赛啊，拿来拿凑凑一队。关了关了，抱歉，我这边听起来还好。把大家凑一队之后，我们打进了台港澳资格赛，也就是 TPA 拿世界冠军那一年的资格赛。那个资格赛，只要是我们赢，就是我们代表台湾去打世界赛的那个比赛，叫台港澳资格赛。我们在资格赛打进四强，那四强除了我们队以外，另外三队都是职业队，一队是 TPA， 然后另一队就是叫做 Corsair 就是 AHQ 的前身。而且我们跟 TPA 打的难分难解，就是打的蛮激战的。我们不是菜逼啦，你要想我们不是菜逼。我觉得这场比赛其实真的是蛮精彩，因为LC 这边也是打出相当高的水准，尤其在前期可以压制 TPA 的队伍，其实不是那么的多哈。老实说，不是那么多。我觉得打得非常好。我觉得打得非常好。等那盘打完之后 ，TPA 领队就找我说：“哎，丁特你好，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兴趣，就是来视讯一下。”对我很感兴趣啊，他是讲我，但是我当然我接到这消息说好，我当然有兴趣，但他说能不能带我队员一起去，因为我也希望我的队员大家一起进去，就是大家都是有机会的，就不要说我自己当队长我自肥。比赛打完隔天，隔一两天，我们整队带到宿舍去，然后就跟楼上的 TPA 对打。对，那当然训练状况被虐还是怎样，我忘记了，应该是没有赢啊。如果有赢，我会记得，应该也训练也是没有赢，可能打个一两场，然后就聊聊天，一起吃饭，然后就大家就散了。然后走了之后，当晚 TPA 的领队就说：“哎，丁特，你明天开始就可以过来了。”他说：“你可以来看他们练习或什么什么，但是他没有要给我合约，就是他让我进来训练。”我可能可以跟任意一个人说，哎，要不要一起双排来一起训练？然后他们打训练赛的时候，我就在后面看，因为那时候 TPA 是已经拿到资格赛的冠军了，所以他们要准备世界赛，所以我就在后面看他们准备世界赛。对，然后一天去六个小时吧，跟着他们上班时间，然后没有任何薪水，你懂吗？就是我有点算是被绑在那里没有钱，但是我也不介意啦，我也不介意，因为我知道那是有机会。然后我在那边应该待了三四个月吧，待了三四个月才拿到合约，但其实他从一开始就说要给我合约了，只是我也没有去跟他催或干嘛，我就想说他愿意给我这个机会，对我来说是莫大的幸运了，你知道吗？那时候 BB 还常常帮我抱不平，哎，说你来三个月都没领钱哦，你应该要去讨一下吧，还是我帮你讨。BB 人真的超好，反正那时候我没有去要钱啊，我担心我要钱让他觉得我很势利眼或干嘛，就不给我合约了或怎么之类的。那去要钱可能我可以多拿到八万、十万或干嘛的，所以这就是你要理解到机会很珍贵这件事情，而不是一直觉得努力很珍贵。你的努力对别人来说一点都不珍贵，你知道吗？对别人来说，你努力那是你应该要做的啊，你真的很努力，就说哎呦你这个人不错哦，但珍贵个屁，关我屁事，你也是为自己在努力嘛。你又不是为我努力，所以不要把自己的努力看得太重。不要每次说啊，看我明明这么努力了，他妈没有人看得起我，没有人要我，妈老板都废物什么的，你知道吗？就你不用觉得自己的努力很重要，然后整天怨声有人，怨声载道。你应该要去想着，别人给你的机会是很珍贵的，你要努力去把握它，把它做好，然后感谢那个给你机会的人。真的，当然不是说要给他钱或吸他屌或干嘛的，你要把他给你的机会放在心里，就偶尔感谢他一下，或怎么，很久之后可以跟他说一下，说说心里话，说哦，当初你给我的机会真的很谢谢你哦，我今天是你当初给我的机会，人家可能根本不在意，你知道吗？他可能觉得给你这机会，因为你很努力啊，我给你这机会，我觉得合情合理，他可能不当一回事，但是当你告诉他说，哎，谢谢你当初给我的机会，我才能有今天，那会是一种感动吧，你懂吗？然后再来最努力的时间就是当选手之后嘛。其实我一开始当选手没有很努力，为什么？因为当年的 TPA， 那时候 TPA 说他们组职业队啊，然后选手会给予他们很棒的求学环境或干嘛，都会要求他们要大学毕业，要求就你可能高中毕业，他也会要求你去读大学。他希望创造一个就是哦，我能打电动，马来西亚读册的那种概念，因为我们那个时代读大学的人可能就一半多一点吧，可能六七成吧，还是一半都不到，我其实不太确定，就没有人人都读大学啊，很多人高中一毕业就去找工作去当兵了，
然后进 TPN 那年刚好是大三的上学期吧，我刚好整个大学生涯过完一半了，所以我也觉得哈不错，至少不用放弃学业。因为如果我放弃学业，其实我对不起我爸妈，对我爸妈辛苦把我养大，希望我好好读书。然后我爸妈养我读书，你懂吗？他们每个月给我大概20000吧。其实现在回头想起来，觉得我爸妈很伟大，真的，我没有从来没有跟我爸妈说过，但是真的自己出社会之后回头想，我当年学费一学期60000块，对，一个月要10000。然后房租每个月8000，然后我爸妈给我每个月生活费10000块，然后可能加上我澎湖常常往返什么机票钱啊，如果加起来，他们每个月要在我身上花30000，可是我爸妈的薪水加起来大概就7-8万块吧，而且我跟我姐一起读书哦，两个人一起读大学哦，我姐30000，我也30000，是自己不会煮，干你娘，租屋处是可以煮是不是啊？那住那个，我住那个地方，单人床、电脑、冰箱、衣柜没了，没了。看你真的是，你是不知道租屋环境多糟糕。10000块真的还好而已，10000块说实话过得算舒服。所以其实现在回头想起来，蛮感念我爸妈，因为我妈是很节俭的人，然后她还愿意把，你懂吗？把家里的几乎80-90%的收入放在两个小孩的读书上，就是求学上。但其实我觉得我蛮垃圾的，就是我把我妈给我的钱。就他供我在外地读书，但是我一直在做他不喜欢的事，就我一直打电动。但我妈不知道，我心里就想说，搞我这样好垃圾，我爸妈给我钱，让我来读书，然后我在家打电动。但是我想说，我妈不知道就好了。那时候 FB 我妈刚会用，她就常常半夜看我还绿灯，或早上起来看我绿灯，她说你打电动打到天亮。我说没有，我着急，我着急，然后赶快把电脑关掉去睡觉。我没有乱花钱啊，就只是我把。来台北读书的那些时间，花很多去打电动，打了，我直接选择。所以我常常想，如果我运气不好，英雄联盟这款游戏没有红，我干嘛？我现在可能就是在当个记者或干嘛的。